今日我哋就嚟出走香港南极蒲台岛，所有嘅交通办法同埋船程表我都会摆喺下面嘅 info box。今次路线分别有高中低三条路线，大家可以按翻时间同埋程度去选择。中间会行经超级多士多，记得买翻呢个野生紫菜同埋海胆翻屋企做手信啊！开始前先嗌个紫菜餐奶面医下肚先。今次我哋揀咗中级路线，行大概两个钟左右啦。个景超靓，不过要做好防晒同埋带够水。个天真系劲靓，再加上一望无际嘅太平洋，真系心情都靓啲。行嗰阵就系露营位同埋一二六灯塔啦，呢个就系香港最南端嘅灯塔，不过真系超级多人排队。再行我哋就会到南角咀，不过有啲位需要手足并用，所以最好都系着翻行山鞋好啲。翻去嘅过程里面仲有一条几靓嘅红桥，大家可以慢慢喺嗰度影相打卡。看完石刻之后，我们就以妹记士多的绿豆沙结束今天的行程啦。